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，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。也许有一天我骑上了枝头，却成为猎人的目标。我背上了经典，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。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总是睡不着。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。未来会怎样，究竟有谁会知道。屏幕是否只是一种传说，我永远都找不到。我是